大家请坐。咁第一个问题呢，佢问末期绝症病人喺承受肉体极大痛楚嘅时候，如果唔采取注射药物致死嘅主动安乐死，而系采取放弃维持生命仪器嘅被动安乐死，是否犯戒？第二，佛弟子在医院接受治疗，明知有药可以延缓病情恶化，但他选择终止治疗，回家念佛。如果最终停止心跳和呼吸，不幸未成功往生，是否犯自杀戒？第三，在未经他人同意下，获取他人的个人资料，但该资料没有明确市场价格，是否犯戒？好，请师父为我们解答。第一条讲的是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在戒律上面呢，是讲如果是对一个有情的生命啊，他没有经过他自己的即等于是你是帮他断除命根啊，咁就等于是杀害他啦。所以虽然他自己立下遗嘱要我哋帮他安乐死，但是我哋都唔可以咁做嘅。如果咁样做嘅话呢，就是等于是杀害他一样啊。但是呢种杀害呢，那个心啊，当然就唔会咁恶劣。喺戒律上比丘戒本其实呢就係讲呢个缘起嘅。当时佛教导一班比丘修不净观。不净观可以断除我哋嘅贪爱心、淫欲心，观自己身不净。咁呢啲比丘呢就将不净观修成啦。就发觉自己啊非常之不净，所以生起深度嘅厌离心啊，知道真正往生到天道先系快乐，所以咧就攞把刀啊，请一个比丘啊，就要求佢对方将自己杀害啊，等于就系安乐死一样啊。咁对方咧就系真正攞把刀去杀啊，杀咗500比丘。呢500比丘都系修成不净观嘅。咁当时呢好多居士见到咁样个哇血流成河到基炎。咁就佛就制定呢个杀戒。就唔可以断有情众生嘅命根。所以呢虽然对方系要求我哋杀害佢，都唔可以去杀害嘅。如果杀害一个人，就是一样是破重戒，不通忏悔啊。所以呢一点好紧要。咁可能有啲人话，咁佢真系想安乐啊，佢生不如死，不如就早啲死。咁你成就佢咧，咁当然呢个心咧唔会话咁恶毒啊。咁就系成全佢嘅一种善意，但系喺犯戒上面讲咧。一样是犯重戒，不通忏悔。只不过是那个业果业道罪呢就相对恶心杀人呢要轻好多。如果恶心杀人当然业就重。但是无论是恶心杀人还是善心杀人，
仲系将人杀死咗啦，吓犯戒系一样嘅。咁安乐死嘅咧，只不过系佢唔懂得因果嘅道理，啊，佢呢一生受嘅呢种病，啊呢种罪障折磨佢。其实佢如果系用安乐死嘅方法，佢个罪业消唔到，佢来世或者系堕三恶道去消。可能比依家仲要苦啊！所以唔懂得三世嘅道理啊，佢只系睇见呢一世啊，以为佢死就安乐，佢唔知道罪业未消除啊，死仲系更唔安乐啊，更痛苦。如果堕入地狱、堕入三恶道，咁就更痛苦啊！所以应该用咩方法帮助佢呢？系用佛法。借三宝的功德来加持他消业障，啊，这样才能够令他安乐的，啊，所以好像，啊，地藏经里面婆罗门女帮助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因为造作恶业堕了地狱，啊，婆罗门女是一个佛教徒，他知道因果，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知道母亲一定堕入恶道，所以就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布施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探愿，就自愿，然后呢，啊，感得佛 现身、啊，在空中现声出来开示他，啊，教他回家啊，端坐念佛。于是婆罗门女翻屋企念佛，念咗一日一夜，于是就能够入到地狱，啊，睇到啊地狱嘅状况。咁佢呢种念佛已经达到咗一心不乱，所以到地狱佢唔会受苦，佢系威神啊，唔系业力去嘅，啊。所以无毒鬼王见到佢都称佢系菩萨，啊，佢真正做到菩萨啦，念佛一日一夜就可以做菩萨，啊，所以呢个法门啊非常之殊胜，啊，非常快速，啊，咁佢啊超度母亲嘅方法，佢母亲本来堕咗地狱，后面就升天了，使到佢母亲安乐，呢个方法就系修大供养同埋一心念佛，啊，福慧双修，啊，正坐双修，啊，供养系坐行，啊，念佛系正行，呢个就可以帮佢母亲消除罪障，啊，令佢真正得到安乐。咁第二个问题系讲，如果自己选择终止治疗，啊，咁要睇佢自己系咪仲有得救，啊，如果系医院呢已经放弃治疗啦，啊，佢终止治疗，啊，就自己一心一意求往生，呢，这个当然冇问题嘅，啊，但系如果佢自己呢是一种厌世的心，啊，寻求自杀，啊，这样去终止治疗的，那就等于自杀。自杀如果是受戒，他，啊，得了戒体，啊，自杀呢他亦都是会犯戒，但是不会犯根本戒，就是不会犯重戒，啊，会只是犯到中品戒。啊，点解呢？因为佢自杀死咗嗰时候，啊，戒体自然就消失咗啦。啊，因为戒体我哋受五戒系尽形受，就系，是，呢一生受嘅。生命终止嘅时候，戒体自然就消失咗。咁冇戒体，当然就唔会有犯戒。啊，所以亦就系话佢自杀咧，啊，唔可能有犯重戒，
因为佢系先死，然后戒体冇咗啦，就冇戒可犯。但系前面嘅就叫做方便罪，因为佢要想把自己呢个身体杀死，佢就会有方便罪、中品啊、中品罪。中品罪当然是可以忏悔，但是他已经没机会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没机会忏悔，那就带着这个中品罪去死了、是这样、所以中品罪的罪业都会很重的、如果受戒犯了这个戒、没有忏悔的话，将来都会堕地狱的、所以呢、自杀、佛教是反对的。点解人会谂有自杀嘅念头呢？一定系迷惑颠倒，佢有执着，放唔下，所以先寻短见。如果佢明白一切呢啲世间发生嘅事情都系因果报应，而且如梦如幻。一场梦最后一场空好又是空，不好又是空，何必要去自杀呢？你能够放得下了，无论是什么境界都会自在欢喜，不为境界所转所以这个人的心理是最健康绝对不会有自杀。依家自杀嘅人好多大部分都系因为精神忧郁症到最后好严重啦就走上不归路。精神忧郁症心病用佛法嚟治疗系最好嘅。所以这个依家这个有统计。将来精神忧郁症使令人丧生的将会仅处于癌症，所以是成为全球第二大杀手，因为生活太紧张而人际关系呢越来越淡人情越来越薄，所以呢在这个世间觉得寻找不到温暖往往就会起好多轻生的念头如果能够学佛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咁我相信个个人都会好健康，心理好健康绝对唔会话精神忧郁、精神分裂一定会所以推扬推广佛法啦，对于社会有一个大好处。咁如果系要求生极乐世界呢放弃治疗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不是自杀这个是往生他自己要求生极乐世界知道这个生命是这个如梦如幻他希望早日往生，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不是犯戒用大慈悲心为救度一切众生，这个地区众生同我冇缘分啦，我帮助唔到佢哋啦，我就先求往生咁可以去他方世界度众生咁样冇问题嘅。呢、这个唔系犯戒嘅心。咁头先嘅第三个问题讲道戒，未经他人同意之下呢，获取他人嘅个人资料，但呢个资料冇明确市场价格，是否犯戒？个人资料如果系对方唔同意泄露嘅，我哋唔可以去攞。如果系冇一个价值咁样就可以当下品罪嚟判。这个市场价格就应该讲个价值因为犯道戒呢五钱以上大概人民币200蚊就会犯重戒。咁如果冇呢个价值呢
咁我哋就按照下品罪嚟判。啊，莲藏啊，请继续问一个问题问啦，啊，一个一个问。请问师傅，如果喺执法机关工作，必须喺合法嘅情况下不予取，是否犯戒？只要合法，当然就唔犯戒啦。啊，如果系法律唔允许嘅，啊，咁你去咁样，譬如讲偷税，啊，有啲人啊合法避税，咁睇佢系咪真正合法。如果合法，当然冇问题。如果系违法嘅，啊，咁就唔叫做合法避税啦，咁就叫做偷税，啊，就偷盗。啊，所以咧就睇啊法律同埋社会道德能唔能够允许。啊，如果可以咁做嘅，当然冇问题。啊，咁一般嚟讲，偷盗系佢对方有主人，呢、这个物品有主人，啊，佢系唔同意嘅，我哋自己擅自啊有呢个盗心去啊偷取，咁就犯盗噶。邪淫系指婚姻外嘅性行为，如果喺一啲接纳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嘅社会国家，甚至有同性恋婚姻嘅国家入边，佢哋嘅证人是否属于戒律嘅邪淫？呢、这个偶益大师有讲过，啊，就是如果是古时候，啊，可以有一夫多妻的这种情况，咁只要是啊国家法律社会道德标准是可以允许的，去古时候一夫多妻，有妻有妾，啊，是这个正取的，啊，正当这样去迎取的，啊，咁呢个呢都唔算是邪淫的，啊，当然纵欲呢是不应该的，啊，咁啊如果是冇婚姻关系，啊，是即是偷偷摸摸啊咁样去做嘅，咁就叫做邪淫。啊，咁呢个依家嚟讲，一般啊我哋判处呢就是，啊，登记结婚咁，啊，就得啦。当然古时候呢佢又未必有登记嘅，啊，咁就反正啊双方能够啊明媒正娶，啊，令到大家都认可嘅，啊，这个正当嘅公开嘅，咁係冇问题嘅。咁，啊，好似依家呢有啲国家，譬如讲澳洲，啊，佢有一种即係唔结婚嘅啊嗰种啊男女同居。咁，啊，如果係呢啊作为一种夫妻嘅身份啊，互相一起照顾啊，互相照顾咁样呢都可以啊尚可啊当作啊夫妻一样。啊，只不过是法律上面可能啊冇嗰种啊呢，这个啊即系冇同佢真正登记。但系如果有呢种登记嘅方式啊，最好啊登记好啊正式嘅咁样结婚啊。咁如果系啊男女之间，譬如讲系恋爱阶段啊，就未有真正啊公开身份结婚，就已经啊有呢种性行为，咁亦都算系邪淫。咁仲有咧就系，同性恋咧，呢，这个系喺戒律上啊本来就唔允许嘅，啊系违反咗自然规律，啊完全系一种欲望嘅呢一种发泄，啊系扭曲嘅欲望，咁呢种系啊邪淫，即使系国家法律啊规定可以都唔得啊，有啲国家啊听讲话可以啊，但系呢啲啊喺戒律上都系判作邪淫。请问师傅，而家好多道场举办七天嘅八关斋戒或者短期出家，咁女众喺姻缘未具足正式出家前，可唔可以多次剃头短期出家，合唔合佛法？女众是不可以啊，即系多次受比丘尼戒啊，但系剃头受沙弥尼戒是冇问题嘅，啊，可以无限次嘅啊，但系受咗比丘尼戒之后，再退戒还俗，
再嚟想受啊比丘尼戒就不得戒。啊，佛只允许比丘尼一次，啊，允许比丘系七次，啊，但系如果系退咗比丘尼戒，重新再受三昧尼戒，剃头再受三昧尼戒，呢个系可以嘅，啊，乃至色参磨那啊受六法嘅学法女都可以得嘅，啊，冇问题嘅，只不过系不能够得比丘尼戒。请师父慈悲开示，守八关斋戒，如果想写咗八关斋戒嘅妄语戒，系咪连菩萨戒嘅妄语戒一齐写咗嘅呢？你写戒嘅最一般嘅原因呢，就系因为唔想犯呢条，但系又唔想唔打妄语，所以呢又想打妄语，又想唔好犯戒，所以你先会写戒嘛。啊，咁既然你已经受咗五戒或者八戒或者菩萨戒都有妄语戒，咁你唔可以话咁我就写其中一条戒，另一条戒仲系要犯，咁唔得嘅。啊，所以呢要写肯定系三条戒都写。啊，即系五戒嘅菩萨戒嘅八关斋戒嘅里面嘅妄语戒都会写。啊，但系写咗之后呢，你系唔会有犯戒嘅呢个罪。啊，但系亦都冇呢个持戒嘅功德，啊，所以最好就系唔好犯戒，啊，唔好随便舍戒，啊，菩萨宁舍生命都唔舍戒，啊，唔会破戒犯戒，更何况我哋啊呢个啊点可以随随便便舍呢？请问师父，拜占杂忏每日拜一部好呢，定系一个礼拜拣一日连续拜七部好？你可以如果系为咗消业障啊，拜下忏啊，咁样点拜都得，一日拜一部两部啊，七部都冇问题啊，或者系集中一段时期集中拜忏都可以啊。但系如果你想求清净轮相，啊，一般嚟讲呢，这个就是当是一个法来好好修，得到清净轮相呢，地藏菩萨就有法缘，啊，你不会有魔障发生，啊，修行你会好顺利，这样你就或者是求，啊，出家的解体，啊，现在很难得到出家解体，那就可以用清净轮相来得到。咁要求清净轮相啊，就要连续七日拜忏，每日至少拜一部啊。咁拜到第八日朝头早啊，然后开始啊抛嗰个轮啊，抛出嚟得到清净轮相啦啊，就系，是，嗰个第二种轮，身口二三个轮啊，连抛三次，总共九个轮相都系啊善嘅。红嘅啊，咁就系，是，啊清净轮相。请问师傅，利用上班时间做一啲同埋工作冇关嘅善事，会用到公司嘅网络电脑，算唔算犯咗盗戒？咁你要啊征求你嘅公司主管嘅同意。假如佢同意你咁做，公司可以允许嘅，咁就唔犯盗。啊，如果佢唔同意你咁做嘅，你偷偷地咁做呢，就犯盗戒。尊敬嘅定宏法师，弟子几年前接触到一啲修密宗嘅师父同师兄，后嚟发现每当我想起某位师兄嘅时候，自己嘅眼睛就会好痛，而且黑眼圈特别犀利，肚亦都会绞痛。如果那位师兄忆念起弟子时，弟子的眼睛和肚也都会绞痛，好好的眼睛立即会变成黑眼圈特别严重。这几个月来我发现，当自己忆念起侄仔的时候，我侄仔就会肚痛。学校的老师曾经向我们讲过，我侄仔这个时间经常讲肚痛，而且黑眼圈，过一段时间又没有大碍。我知道这个是我的缘故，请问该如何化解这段冤结？这个有好可能呢，是同这些鬼神感应。因为密宗呢
如果修的不是很愉快，你往往要去请一些护法神，他是鬼神，他是有烦恼的，如果你请得来呢，你如果得罪了他或者是有哪一方面不是很相应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修物一定要有好的导师，真正的善知识。而且呢，最紧要物中要求的十年要学教理。将教理要学得好明白先能够开始学习。真正修物中。而且你那个五加行都要去做。这五加行就等于消业障。譬如说拜佛拜十万大头。咁就消业障。所以我劝大家，如果真正想修物呢，你就先拜十万个大头。咁用乜嘢呢，就用阿弥陀佛就得啦。因为物宗里面都有净土法门，亦都系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咁阿弥陀佛呢就系自己嘅本尊。你就一心求念阿弥陀佛。求见阿弥陀佛，见自己的本尊，乃至梦中见到，你将来可以一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呢，即使没有密宗的善知识教你，你这样修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净土宗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净土宗和密宗都是相应宗。所谓身口而三物相应。咁净土宗相应呢，最简单就是口业念佛就得啦。当然身又可以拜佛，意可以观想，可以圆念佛号。咁你所圆嘅就是佛嘅境界。无论是佛嘅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嘅佛身，还是系呢一句万德洪明阿弥陀佛，都是佛的法身境界。所以你能够身口而专注在这个佛境界上面。身礼佛，口清明，意观想。咁就是修物啦。三物相应。时心作佛，时心是佛。三物相应就即身成佛。这个是一样的。咁你依家嘅问题点样去解决呢，你就不妨按照我头先所讲嘅专求阿弥陀佛加持。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咁样你经过一段时间嘅专修呢啲问题就自然化解啦。咁或者你觉得自己业障重，想要拜下禅，咁我就介绍你拜占察禅，以地藏菩萨作为你嘅忏悔主，咁帮你消业障。咁地藏菩萨都有呢个缘护持我哋嘅，所以都系冇问题嘅，你会好快会化解。最紧要信心坚定。唔好修下呢个法门，过冇几耐又换另一个法门，咁你修样样都唔成就。尊敬嘅师父，弟子未学佛之前，曾经到寺院拜佛，听到啲乡下讲供过佛嘅水果有治病，有病治病，冇病百事顺利，所以咧弟子当时喺治病期间啊，信以为真就攞咗两个水果翻去食。咁学佛之后呢，知道因果就真情忏悔啦，咁样。咁请问是否犯咗盗三宝物？如果冇学戒律唔知道呢，咁唔算犯啦。你依家知道啦，咁就要睇假如呢啲物品係属于三宝嘅。譬如讲係常住嘅物品，咁就唔可以随便攞。攞就是犯盗常住物啦。咁但係呢，如果係水果係为咗共众结缘嘅，咁冇问题，大家都可以攞。譬如讲今日中午我哋食饭就係、是、俾大众结缘嘅，人人都有份，
这个没问题。咁你要知道嗰个物品系物主系边个然后能唔能够攞咁你分别清楚啦就唔会有犯戒嘅问题。但系如果系错咗啦你唔知道佢系有主物唔攞嘅咁都唔算犯因为冇道心。有道心先会犯到道戒。如果冇道心认为系人哋丢弃嘅或者系可以大家都结缘嘅咁就唔算犯戒嘅。但几时知道啦几时要还返转俾佢哋。譬如讲我攞咗寺院里面嘅香以为系俾大家结缘嘅但后面先知道原来呢个香唔系结缘嘅。咁你要还返俾佢。但我已经用咗啦用咗你就把钱补贴返寺院咁就得㗎。尊敬嘅师父啊弟子而家有个细路啊佢嘅孩子20岁呢几年呢如果返工呢咁就好好地人都好开朗认真。但係返工几个月就冇办法返工啦。冇返工呢就喺屋企成日瞓喺床嗰度睇手机啊咁。食饭呢都好懒晚黑唔瞓觉唔出门唔听电话连夜夜麻麻嘅电话都唔听。咁呢两年呢就都系咁样甚至去医院睇过住咗两日就好返啦。呢几年反反复复都系咁样请问师父慈悲开示点样办。依家年轻人啊玩手机玩得太入迷啊都系好麻烦嘅。这个手机啊等于是一种魔啊控制着我们的心啊不能够解脱啊特别玩游戏啊我自己是不懂玩游戏啦啊我现在听说啊那些玩游戏可以玩到十几级啊然后这个一夜都在这里啊打游戏啊那整个身心啊都非常之疲累。到最后就废咗。所以这个呢我哋应当正面咁引导我哋嘅年轻人。当然最好就係从细就要教导佢哋因果佛法。要佢哋立志要立志成圣成贤。佛教里面讲话要做佛做菩萨。要立呢个大志向。人冇大志啊就好难有一啲成就。所以呢个教育最紧要鼓励大家鼓励大家立志。唔单止年轻人要立志年老嘅人都要立志。立志去边度啊去极乐世界。呢个大志向大愿心。咁我哋嘅人生就充实。就唔会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赤壳等死咁就冇咩意义。所以年轻人最重要就係要立呢个志向。好似我哋咁样嘅学佛法嘅研讨会欢迎佢哋嚟参加带佢哋嚟种下善根。我諗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哋专门开辟对年轻人同埋对知识青年呢啲人开呢啲佛教嘅呢啲研讨大家嘅问题都可以提出嚟点样建立正確嘅人生观价值观财富观世界观用佛法正知正见帮我哋建立呢啲观念。咁人呢一生就会非常之幸福如果唔系冇正法引导人这一生就好悲惨。即使你有福你好享福但是你的心是好空虚。在五欲六尘里面去寻找刺激到最后你会觉得人生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是好可怜的。尊敬的师父本人养育儿子的任务已经完成心无挂碍放下万缘父母现时70-80岁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
父母由小妹陪同在安养院念佛堂做义工，并把生死大事完全交托安养院并立下遗嘱。请问师父，本人准备闭关三年，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罪犯娑婆度众生，现时闭关是否合适，是否适合？啊，你的福报好大啊，一啲挂碍都冇啦，呢个系非常难得啦。啊，呢个老人亦都要求生净土啊，自己儿女亦都啊完成责任，呢个系好不容易啊。咁攞嚟专修净土非常之好啊。但系至于要唔要闭关呢，咁睇自己嘅姻缘，因为闭关要有人护关噶啊，冇人护持你，咁你闭唔到关。所以呢，我觉得呢未必要啊用一种所谓闭关嘅形式啊，你就係方便嘅静修啊，唔需要标榜一个闭关啊。闭关就好似我前年啊90日啊真係关埋嗰个屋里面嘅啊，甚至贴上封条嘅啊，咁就叫做闭关啊，唔可以出嚟嘅啊。咁呢个係好精进啊，但是精进如果不如法呢，容易出魔障。所以呢，我建议你就是方便静修，人就可以出来，只不过是减少外缘。啊，好像我母亲啊赵老师最后三年就是这样。啊，我是劝他闭关，其实这种是方便闭关啊，不是真正的闭关，因为他总是会出来的。只不过是啊减少应酬啊，能够多一些时间自己来听经、来读经、来念佛、拜佛、修行啊，积累净土之量，这个是好事啊。咁呢种静修过程中呢，一定是要解行并重啊，唔好话一味喺度念佛啊，除非你已经是大彻大悟嘅人，咁就可以啊。如果你未到开啊佛之见，对于修行当中遇到的境界，如何来个烦啊降伏烦恼，不是很清楚，那你一味地去行门上用功啊，可能就会啊行偏的。所以呢，最好就是要解行并重啊，听经读经啊，那就不妨专以净土五经啊，尤其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要解，作为我们的主修啊，每日去研习啊研究。譬如讲无量寿经要研习大经解啊，大经科注啊，听老法师讲经啊，或者是阿弥陀经要解啊，阿弥陀经疏抄，阿弥陀经啊略解圆中抄啊，弥陀经三大部啊去研读。咁你就能够知道修行嘅功力啊，不至于啊迷失方向啊。咁行门上面呢，要定功课，每日最好至少三万佛号啊。过去赵老师就系每日三万佛号，到最后五万都好轻松啊。三年啱啱结束啊，一日都唔差啊，三年整整好，第二日就往生啦啊。所以，所以你闭关三年呢，可能寿命未到，你都可以往生喎。咁你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但系如果你个寿命不足三年，你假如发愿三年呢，佛都会满足你嘅愿望，啊，帮你圆满三年，啊，然后第二日先往生，啊，好似赵老师，好可能就系咁样嘅，啊。因为他算命早期就算过好多次命，知道他是70岁之前啊 ,70 岁就应该往生了啊，但是他啊到73啊 ,70 岁开始闭关啊，就应该是延了三年寿命，然后啊一日都不比多的，那么即刻就往生了啊，所以都是可以的好事啊。请问师傅，我是做家务助理，雇主叫我买新鲜食物，我拒绝。雇主话呢，佢自己买自己杀。我已经帮手煮咗一个月有多啦。
心好唔舒服，唔知点做，请师傅解答。咁假如你冇办法换工作咧，你就随呢个因缘啊，自己唔杀，咁你一下你冇办法说服呢个雇主啊唔杀咧，咁你自己咧先啊为呢啲众生回向啊念佛回向俾佢哋都可以嘅啊。咁佢哋虽然丧生啦，但系得到你念佛嘅加持啊，往往就可以消除罪业啊，可以往生到啊善道。今天受咗五戒，如果未能做到之后，应如何做？十大指犯戒系罪加一等吗？谂到呢度好害怕。犯戒呢是确实罪加一等的、啊、但是呢这个罪是可以忏悔还得清净，可以消除的、啊、所以既然你怕犯戒呢就不要犯戒咯、啊、但你实在没有办法、啊、可能有时候一下 不小心、啊、或者是烦恼习气现形了，你会犯戒，那你 要生惭愧心、啊、就要找机会向法师对手忏悔、啊、我们都讲过了，要对法师忏悔，如果没有法师呢，可以通过视频，通过、啊、WeChat 或者 QQ、啊、对我们的法师可以、啊、忏悔，一样可以出罪、啊、那罪消除了你就清净了，不需要担心、啊、所以一定要学戒，你唔学戒嘅话，就唔懂得自己点样受持，所以无谓咁去担心害怕啊！呢个冇必要嘅。好好学咗之后，你就知道应该点样受持，就自然就慢慢唔会犯戒嘅。有女众佛弟子因缘好差，成日遇到不如意嘅对象，应如何做？可以求吗？有求皆苦啊！因为这个娑婆世界五族恶世，古人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你求十个可能八九个都是不如意的、啊、所以就不如不求了、啊、这些婚姻的事情、啊、都是六道轮回的事情、啊、以前就未学佛就不知道啦，啊，咁就已经入咗罗网啦，咁就冇所谓啦，好好随缘，尽啊尽自己本分。你做一个妻子就做尽好妻子嘅本分，做一个母亲做好母亲嘅本分，啊，顿轮尽分就好好，啊，一样可以求生净土。啊，但系你如果啊依家要去求，啊，想得到如意婚姻呢，你要知道这个要好大福报才得的。啊，好大福报啊，还要有好高的智慧。啊，你要找对象啊，要懂得揀啊。你遇到好的对象是你的福啊，有福报才遇到。那你懂不懂揀呢，啊，那就是你的智慧。啊，所以要高的智慧和福报。咁点算好呢？学佛就最好啦。啊，学佛你就能够有好嘅智慧。啊，然后按照佛教导嘅好好去修布施持戒，你就有好嘅福报。啊，咁你有福有慧，你自然能够感召同你相应嘅人。啊，所谓同类相亲。啊，这个异类相斥，你即是叫做啊，你是什么人就感应什么人跟你做朋友啊，所以你自己先要做一个好人啊，那你不用担心啊，跟你一起的一定是好人啊，你自己没有做好，一边在外面找，找得来的都是跟你一类的。啊，尊敬的师父，弟子已受五戒，时常师父要所有弟子发大愿要成佛，但本人自知凡夫一名，如果还要发这个愿，
那么会否成了妄语界呢？破界呢？这个不是妄语啊，妄语是什么呢？讲违心的说话，就是我自己不想这样做啊，就故意讲是这样啊，那就是违心。你譬如讲话啊，你答应一个人啊，今晚啊六点钟要跟他在哪个地方见面，答应的时候不要欺骗他的啊，确实是答应了。但是呢，可能中间有因缘变化，你六点钟没办法去见他，咁呢个唔系妄语，因为你讲嘅时候系真诚嘅，啊系心口一致，唔系违心讲。啊，你唔系谂住我唔想见你，我故意同你啊约六点钟见你，啊咁就系大妄语。啊，所以咧，我哋依家发愿要啊成佛，你系真诚咁发愿，啊虽然唔系话一下能够做得到。但是这个不是妄语，这个是一个善愿，应当发出来。你连这个愿都没有，你怎可能成到佛呢？你发了这个愿都未必能够成到佛，更何况说不发呢？所以发愿一定要发，但是发愿一下做不到，这个也都不要觉得说好像打妄语，不算妄语。除非你是明明不想成佛，然后故意就在这里得把口讲话我要成佛，心口不一，那就打妄语。你如果是真正想是成佛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因缘，我功夫啊能力啊还没到，智慧未开，那就慢慢来。这个不是打妄语，是好事。最快成佛呢，当然是求生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毗跋致菩萨，三不退，一生必定成佛，这个是最快速的。所以这个求往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尊敬的师父，本人受了菩萨戒，因回国内照顾妈妈，妈妈临终时想饮水，我无知没有给妈妈饮水和食嘢，同埋误解咗，以为临终嗰时唔使食嘢同饮水，而让我妈妈生嗔恨心而往生，是否杀犯咗杀母重戒？你冇杀心咧，这个唔算犯杀戒啊。但系因为你无知唔懂咧，唔识得照顾老人家啊，使佢生烦恼，这个系有过失嘅啊。就应该好好咁忏悔，但系咧呢、这个唔会系五戒嘅遮拦，因为嗰、那个遮拦咧系你系明知佢即系你唔照顾佢咧，佢会死嘅，你就有呢一种想要即系让佢死嘅咁样嘅心，咁就系杀害母亲嘅心，咁系逆罪。咁就係犯五戒嘅遮拦。呢位莲友第二个问题呢，就係话我经常喺梦中同唔识嘅人犯邪淫，係咪犯咗重戒嘅邪淫呢？淫戒里面呢係唔计梦中犯嘅。如果梦中唔算犯，但係呢因为有淫欲心嘛，係我哋嘅烦恼种子好强。应当好好多拜忏念佛，消除业障。在梦中可能发生的话，那你可能遇到这种境界，现实生活中都可能会发生。所以要好好地谨慎防范，好好消除罪业，求生净土。通过修，譬如说这个观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时常提起这个梦观，咁慢慢你就将这个欲望烦恼就淡化了。最怕就是你忘记了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是一个梦境。你以为它是真的，对方的人是真的，所以你就会起这些烦恼贪爱。所以要应作如是观，常常观，
啊，常常提起呢个念头，呢、这个世界就系发一种发一个大梦。啊，今日我哋喺本冲院啊，听定论法师讲就系个梦，啊，一场梦，假嘅，唔系真嘅，真系咁噶，啊，唔系一个真实嘅事情，啊，系你梦出嚟嘅。啊，经常提起呢种观念，你就叫做觉悟。啊，所以啊，依家啊有啲科幻嘅电影啊，好似以前有同修睇过叫做啊呢、这个咩帝国啊，黑客帝国系嘛？黑客帝国啊，美国人啊系美国人嘅片系嘛？啊，佢哋咧就啊。我未睇过，我听嗰啲情节啊，就系、是、将嗰个芯片啊，放入人嘅神经里边啊。当你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佢因为通过外边嘅神经神经元接受外边嘅信号，咁啊产生你嘅形象。譬如讲你眼睛睇外边，其实系咩呢？外边嘅形象喺你嘅视神经里边成一个像，你先睇到嘛。咁佢就用呢种芯片直接输入你个神经里面嗰呢种信号，让你好似睇到外面有境界，好似听到外面有声音，甚至鼻亦都闻到。你个六根啊，其实全部系用计算机模拟出嚟嘅一种境界，虚幻嘅境界出嚟。咁你个人呢，其实瞓喺一个营养液里面，喺度瞓喺嗰度，只要唔好死就得啦。咁你个六根就开始接受外面啲信号。咁你就发现你自己呢，原来喺一个模拟嘅世界里面啊，发生种种嘅事情。啊，今日听到定宏法师讲法啦，系有半春园啦，外面有鸟语花香啦，呢啲全部都系个计算机啊，通过呢个芯片嘅嗰个信号传入你嘅六根里面啊，震动你嘅神经，使到你觉得好似有呢啲境界发生。大家能唔能够理解呢个境界？啊，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所处在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包括你的触摸的神经啊，你碰到这个台，你能够感觉到它有一个触摸的感觉，都是因为触神经的这种信号啊产生的。那我只要拿这个芯片能够模拟出这样的境界出来呢，你就活在另一个世界当中。那佛告诉我们听，我哋依家嘅世界就系咁样一个虚幻嘅、虚拟嘅世界，唔系真实嘅，一场梦。啊，你嘅真身可能仲瞓喺个营养液里边，你知唔知道？你依家系个假象，啊，真实就系咁嘅境界。啊，当我哋醒咗之后，发现咧，其实乜嘢都冇发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等到我哋一起来，原来发现呢，我哋喺极乐世界。啊，所有娑婆世界、六道轮回、无量劫嘅轮回，就系一场大梦。啊，一场系由一个高级计算机所虚拟出嚟嘅呢一种假象。咁呢个最初最终极嘅嗰个呢，就係我哋嘅阿赖耶识。一切境界都係阿赖耶识变现出嚟嘅。所有嘅幻象，咁你懂得呢个就係一切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咁就叫做觉悟。咁你对呢个世界就唔会有贪爱。最怕就係你以为佢係真嘅。你就会贪爱。咁第三个问题咧，我妈往生之后，我没有及时回到自己嘅家婆，可能佢讲屋企啊，喺国内到处游玩，我家婆突然往生，系咪犯咗不孝重戒咧？这个唔算啊，即因为你唔系话想要伤害佢啊，系佢自己嘅恩缘啊。咁当然，我哋如果照顾又不周。我哋有过失啊，我哋就好好忏悔就得啦。啊，佢唔算咩重戒啊。咁最重要咧，系帮助佢嘅神识将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
咁喺佛法里面呢有啲超度嘅佛事，最好嘅当然系三时系念。咁三时系念呢最紧要都系我哋自己要有修行，有界定位嘅修行。你做呢一场佛事呢，你能够随文入观。这个三时系念最殊胜嘅就系禅静相修。你能够念佛达到你一心不乱，这个功德加持这个亡者的神识，当然他往生极乐世界没问题的。所以自己要真正这样去修行，平时有功夫，到了三时系念这个因缘，我们能够招请他一起来念佛，那他会得到很大的利益。我在国内的朋友寄了很多钱给我用，我用了有没有犯重很重的道戒？他给你用的当然不会犯了。偷盗都是因为有盗心，未经过人家的同意擅自偷取，这样才犯道戒。尊敬的师父，请问师父，只念无量寿经不念佛能不能够往生？这个问题呢问得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要有心信前缘。所以藕益大师讲话，得生与否全由信缘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心前。你能不能够往生就看你是不是心信不疑。是不是真的发愿去极乐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样样都放得下。看得破，知道是一场梦，所以要放下。你能够放得下了，往生十拿九稳，绝对有把握。即使你不读无量寿经不念佛都没问题的，临终十年都能往生。当然这个是讲到最极端是这样，但是真正放下的人一定念佛，一定念无量寿经。所以念佛的人他用什么念呢？就是用经无量寿经的这些境界不断地去熏陶自己，加强自己的这个佛种子，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佛种。到临终的时候就是强者先谦，边个种子最强就边个种子先现形。咁我平时都系喺度熏陶呢个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个种子，到临终一定系呢个种子先现形，一定可以往生。所以真正信愿具足嘅人一定系一心念佛，亦都系一定系严持戒律。如果唔想持戒，可以专念佛嘅漏嗰个空子，可以话这个可以有捷径可行。咁呢个投机取巧嘅心就唔系信愿之心。所以不能够有自欺嘅心，对自己要负责任，要真修实干。咁样呢个人就一定往生。所以念无量寿经最重要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明理了你的信愿就坚固。信愿不坚固怎么办呢？要多听经多读经明白道理。有时间关系，请问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每月众戒日可以在家众戒吗？如果在寺院没有这个因缘可以在家众。多问几个问题就可以多问十分钟好吗？我哋咁样安排，阵间呢我哋做一个蒙山施食嘅小法会，大概20分钟，咁样可以布施呢度嘅众生。因为今日大家都系八关斋戒，如果嗰啲众生冇饭食好饿呢，你哋都会肚饿嘅。所以你先布施俾佢哋，今晚你就唔会肚饿。好，感恩师父。咁呢度有莲友问，请师父慈悲开示，
解释六时吉祥是指什么时间，二六时钟又是什么时间和什么意思。六时和二六时是一样的，印度将一日一夜分成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叫做二六时。咁我哋呢就係分24个钟，古人就分12个时辰，咁印度分6个大时辰，所以呢个係分嘅时间分段不同，咁冇问题嘅。昼三时就等于係我哋依家嘅12个小时，夜三时就係晚黑嘅12个小时，咁二六时钟就係24小时钟都能够吉祥。点样算最吉祥呢？持戒念佛最吉祥。请问师父，在家居士晚上是不是六点之后不可以上香，早晚的回向是不是一样的？要没问题，上香上给佛菩萨几时都得，二六时钟都可以上香的。请问法师，在工作上公司遇到不好的待遇，感到委屈和不开心，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多听经，就要开心，要知道这个都是梦幻泡影，不要当真，都是假的，给钱多也是假的，给钱少也是假的，都是假的，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因为一分钱都带不走，所以那些亿万富翁到最后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两手空空走的，而且他可能放不下，我们容易放得下，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容易放下，他们有钱反而难放下。去年9月3日于此处，师父曾经提及有一菩萨预告将于9月12日9时往生，师父可否略述该事之圆满，感恩。那个事情后来没有跟踪就不知道了，希望他是真的能够成就了，好，感恩师父，所有的问题已经回答完毕。好，咁我哋圆满，咁我哋依家呢就一起嚟做一个蒙山施食，然后呢再念下佛，然后就圆满回向，今日嘅法会就到呢度圆满㗎啦，多谢大家，阿弥陀佛。